香辣牛骨髓啊，呀，黄出锅的，老汤肉，你打个光，嗯，香，好香。外边这个鸡非常好吃。嗯，今天晚上不搁我这号锅了啊，搁我媳妇号锅，上我媳妇那号锅去，我跟我媳妇串烧了。嗯，牛大棒骨肉过瘾呐。哎呦我，牛大脑大呀，大骨头。还有胡萝卜了，嗯，真香。这是牛的大棒骨头，棒骨头看打开的看。大筋头子，哎呦喂，那，口感太爽了，
哎呀，这浙江大筋头最好吃的。等我取勺去，我掏掏里边骨髓啊。小勺取出来了，我掏一掏里边它那个骨髓油。哎呦，哎呦，我直接上头。嗯，太忙了。哎呦我去，这边，哇，这玩意上头啊，了不地呀、啊。哎呦我去，来棒骨吧，来棒骨上这肉，搁这肉，哎，哎呦我去，哎，都入味了，这就是最好吃的了。哎，我先来个筋头，筋头巴脑啊。嗯，会吃不会吃？嗯。哎呦，全筋头！嗯，真心当真。哎呦！这里边有骨髓，你看啊！哎呦我，这口感不萌。行了，今天晚上6点钟啊，上我媳妇儿播去我啊，穿上了。